好，虽然相当吸睛啊，这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台北车展起跑了，全球35个品牌220辆超跑齐聚一堂，像是法拉利、玛莎拉蒂等顶级超跑都是首度来台，而现场不但有3秒就可以时速破百的最强大超跑，还有007变形金刚里头的酷炫超跑，甚至更让人血脉喷张的是有500位的车模顶着10度的低温也清凉上阵。车模劲歌热舞台北车站，气氛超嗨。这家车商请来车模搭配新车同场亮相，不管是动感唱跳还是人海战术，一次推出24位 model 秀美腿，甚至还有芭蕾舞者一登场就立刻吸引全场目光。两年一次还算是蛮有看头的，比较新的科技，所以会比较让人觉得有吸引的地方。来到车展呢，除了可以看到漂亮的秀 girl 之外呢，重量级的超跑也少不了。今天台北车展有别往年，各大超跑都进驻，名车也不少，像是电影《钢铁人》里的御用敞篷跑车，还是007 James Bond 的专属雅痞超跑。更吸睛的就是这台全世界跑最快的跑车 GTR， 0-100公里加速只要2.7秒。另外像是千万超跑法拉利以及玛莎拉蒂也首次在台北车展亮相，集结了35个品牌220辆新车超跑，500位模特准备抢攻车迷的心。